湖南的民间剪纸历史悠久，而且很普遍。 我这个剪纸呢，从三四岁开始，那个时候刚刚的拿到剪刀，父母组织在家里看他们剪纸的时间多，就经常拿一点这个零碎的纸啊什么，就这些东西，教的时候。 就是我的父母，他一带我玩的时候啊，他就是找个剪刀、找点纸啊，告诉我来剪东西。可以一剪呢，我就不哭不闹啊，就可以搞得很长一段时间，在这个方面。 我现在这个剪纸70年了。 抽针不干，这是脚趾陶瓷剪纸，这就是我的一种新创造。原来这种剪纸过去是没有的。这柜子里面是我。 自己从国地收集来的剪纸原作，我现在今年近80岁，我现在身体很好，我相信的跟我同龄的人好多走了，去年我的老板走了，对我是个很大的挫伤。九岁，那个时候父母就跟我订了亲，到20岁结婚，结婚以后。 他跟我一起搞剪纸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这个在这个方面，是个很好的伙伴，到现在为止，他也出了几本书，特别是《剪花鸟剪纸计划》这一本完全是他为主来编的，所以他走了以后，我非常的难过，这个。 我的这些东西，他帮我整理，这个我手上的这些东西，在他去世前几个月，他跟我每一件我都没有原来就是放在一个那个箱子里面，就是我放的都没有用那个纸把它夹好的，他都跟我亲自夹起来，所以他走了。 等我的学习呢，我非常的难过。只要我的脑子还能够用眼睛还能够用，那我就还能够坚持。能够坚持的时候，活着的每一天，每一个小时，我都非常珍惜。